这刚刚显示状况怎样？露出来了，大部分露出来啊、哦，这里没有。好，继续哦，还是同一个草图哦，同一个草图，我要采成另外一个零件，要生产。哪一个呢？兔兔。这时候选择不是草图一哦，关掉。你可以把刚刚的草图这个呢，给它关掉，已经关起来了、哦。草图要让出来哦，我刚刚干掉了。 啊，你这个像你这个底图这个也可以关掉，但是我们先保留了哈、哦。我长出来兔子有没有大只？来，我们选兔子的地方就好了，这一块，三米，还有这一块，哎，这样完成了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微蓝，好，一只兔子就完成了。好，零件二，零件一，还有哪一个？还有中间这一块对不对？好，中间这块我要找出来，来，再来继续草图一。 生产，哪一个这块板子？三米。啊，新增跟新的差异是什么？哎呦，啊，糟糕，这里讲对了，这个地方错了，它要怎样？要新了。因为应该有三个零件，所以一样，你要命名就命名啊、哦，底板啊，底板，啊，兔子。 随便你了，好，这个关系把你控制好，好，我现在有三个零件，对不对？三个零件，来，老师，我们继续哦 ，assembly， 插入 ，studio， 这个这么差一个，好，结束。这块板子还记得哦，跟刚刚一样，有没有？固定。好，这个兔子会跑出来，对不对？来，零件二，来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 来，好，前面来，好，我准备把这个组合起来哦，我们要玩兔子了。来，旋转结合，哪一个跟什么结合？来，我看清楚啊、哦。这一个的内圈，这个的内圈哦，跟这个的外圈怎样结合？然后再来，这一个的外圈跟这个的外圈啊结合。 大哥看你，把这个跳过去了啊、哦！好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转动它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它怎么乱跳？哎，不对，这两个动作同样的，让它相切的啊、哦！所以来，注意看，点这个面，等一下，先选相切结合了。这是相切结合啊，相切结合点什么呢？点这个面，重点点这个点。 千万不要点到线，为什么？点到线就线跟线要对齐了。我再点一个点，这个点就可以跟我面贴在一起，注意看哦，贴上去了。好，完成了，打完收工，来开始喽，完了，咚咚咚咚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旋转，转动一，兔子就会跳，所以我们再重新按一下，制作动画，刚刚一样 ，loop 旋转，太慢了。 小一点，要快了，变小。我先变小了，20步看看。哎，好起来了。怎么样？这跳了，这样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一个作业了。啊，这个这个人可以连接哦，我变你可以连接。你们还少两样东西的，一个是这个新轴，有没有？一个是卡榫，这会不会自己画？应该可以了。 你从这边量出来啊、哦，往外画而已。如果我要画，我从这边这里画来，我看一下，这里不是有这里图吗？那往这边画就可以了啊、哦。当然你要画，参考这个图就画上面。那这个是互相插的，这个如果你们要完整的图，我再穿给你们。怎么样？直接找伟林啊，叫他切给你们玩的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老师开始。